仪式女神田馥甄登场，欢迎 Hebe， 有请。来，请飘逸的 Hebe 先站到舞台中间哈，让摄影大哥拍几张照片。好的，2007年上市以来，整个团队呢不断研发满足，请照顾一下每一台相机。好，哪边需要他的视线可以示意一下哈，包括现场的贵宾哈，用手机拍的也欢迎。刚刚我们提到了整个公司不断的透过性平教育，还有呢，甚至是广告的颜色啊，月经经血颜色的改变，提醒我们这没有什么好害羞的哦，该请假该休息就请假，然后呢该说就说。谢谢，来请田馥甄开始跟所有现场的贵宾朋友、媒体朋友问候。嗨，大家午安。好，掌声鼓励一下。我是爱康代言人田馥甄。很有活力啊！你不是昨天才马来西亚刚回来啊？对，应该很累吧？演唱会啊？唱歌不累，是让我充电的好方法。有道理哈、哦。那明明在后台就说哦，好累、哦。对，明明在休息室都超累的，但是套一句歌迷说的话，欢迎你下山，欢迎你上班哈、哦。对，今天开工了，很开心。我觉得我开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打从心底喜欢，然后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所有事物。是，比如说当你收到了邀约，爱康这么厉害的品牌找你代言的时候，你还记得你当时心情是什么？我当时心情除了非常的荣幸跟开心之外，我就觉得对啊，舍我其谁，当然是我啊。哇，这个很有自信哈、哦。其实也是啊，他在演艺圈大家也知道，他也是属于有自己的节奏，然后追求更好的女神嘛。对，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就是爱康的爱用者、这个很重要，是真的、然后我身边的朋友大家都女性朋友大家都使用爱康，而且是我自己先发现的、因为在之前在社群我就有看过很早很早很早以前的一支影片， 是他们自己做测试，就是吸水量的测试，然后那个应该如果我用内行人来看，我是觉得那是一刀未剪的啦。所以因为那样子，我就跟我量很大的同事分享说，你用一下这个爱康试试看。结果后来我们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喜欢上了这个品牌，我就觉得很棒，这是我们自己本土的一个品牌，可是可以把所有的规格所有的细节做得这么好，然后陪伴我们每一次月经，让我们可以很安心的度过，所以我觉得可以代言这个品牌，然后而且是我自己私底下就已经先发现了，那我发现他们不发现我怎么可以呢？哎呀，说得太好了哈，谢谢馥甄的分享。Okay, 没有，这是发自内心的，对对，所以我自己欣赏这样子的精神，然后这样子想要让自己更好，一直超越自己的一个品牌，我自己觉得可以代言是很开心、很荣幸，也很开心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品牌。是的，其实我们在业界都知道，很多艺人呢、是代言之后开始用，但他是用着用着就代言了，这个是最棒的，对不对？所以才会刚刚说出那种狂语，说就是舍我其谁，就是不是那种真的是那种不是臭屁啊，不是臭屁，是真的觉得我是真心的觉得好用，然后刚好大家有这个缘分，明白，互相欣赏。然后第二步当然就是看广告脚本，我们刚刚已经看到全球首映，不得不说这个广告其实拍起来应该蛮轻松的吧，就很像我李雄。就对，这就是我跟他们很契合的一个部分。三小时收工嘛，这个就是三小时，然后就电风扇这样吹吹风啊，像我平常看展这样，因为我平常就、他们可能也知道我不是爬山是就是看展，是那就像看展一样。那我觉得有时候刚刚里面在诠释的就是不同岗位、不同专业的女性，总是想要追求更好，然后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面想要追求完美。对，那么其实有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产品陪你度过每一个经期，让你心无旁骛，可以更专心的专注你想要追求的东西，我觉得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原来你的角色就是好像跟所有女人站在同一阵线，但是又观察她们倒咖啡啦、画画啦，这些职人，对，职人们追求更好，想要就是体验这种更专注的感觉，那你就是需要好的商品，没错，然后陪你一起去经历这些。我自己也是啊，比如不管在舞台上的表演，或是我自我的追求，都是希望可以有更好的状态。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追求更好的状态的时候，是会很紧绷的，会变得比较严肃。但我觉得爱康这种缤纷彩色的心情，其实是想要让大家用轻松的、愉快、舒服的心情去追求更卓越的自己。哇，他对品牌的理解是非常透彻的哈、早知道小周就不要让他讲了嘛，其实。啊，
你赶紧供你喝啊，来就搞供哎呀，他都知道那个颜色的用意哦，对不对？我们的包装确实很 colorful， 就让大家放松心情。没错，没错哈、哦。然后呢，我真的觉得这个广告非常的舒服，就是大家看了之后都会哎不小心会心一笑这样。那傅真在里面就演一个路人，诠释的非常好哈、哦。然后路人是下一次到玉山去拍了，他那么喜欢爬山。好，但是我想问你，真正你遇见啊、哦、爱康之后，他们有很多的中心思想，我们刚在前台讲了好多概念、嗯。你有没有最喜欢哪一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让女人享受身为女人的快乐啊，或者是要更好啊，你的感受是什么？我觉得当女人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像刚刚娇哥有提到，其实月经它就是上天给我们滋润自己跟更新自己代谢自己的每一个月一次的很好的机会。说的真好，更新自己滋润自己代谢自己，你赶快学起来啊，小周。对，那尤其是像我们现在已经一步一步像我走到了不惑之年，其实我们每次有月经拿出卫生棉都是一件很骄傲的事，觉得是哎、欸、身体还很健康，对呀、啊，该来都有准时来，对，就觉得开心的，很珍惜跟很感恩，没错。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透过这个品牌才很诧异跟很讶异，知道说哦，原来现在还有月经贫穷跟月经来的时候会有。害臊跟刚刚说的污名化，不好启齿的污名化的，我不知道哎、欸，我以为我国小的时候，小的时候可能因为我国小月经就来了，比较早一点，十岁，然后那个时候比较懵懂不懂事，确实你从书包拿出卫生棉要去洗手间的时候，会觉得有些男生同学会好像开你玩笑啊，就是会笑你。但是自从我出了社会之后，其实我以为现代的人已经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了。就没想到哇，透过这个品牌我才知道，原来都已经2023年了，还会有这样子的问题，甚至不管在台湾还有世界各地，都还有月经贫穷，比方很拿没有办法用卫生棉使用的一些女孩们啊、哦。对，所以我才理解到这样，所以很开心这一次也有跟家福，透过家福，透过很多比如说屈臣氏，对，所以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的，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让所有的女生都可以平等的享受。没错，包括所有男士也不用害怕把另一半买卫生棉，我就是你有买过吗 ？Of course， 你去我们便利商店问一下，我再买好不好？哇，但是重点就是你刚刚讲的啦，就是说我们把污名化去除，跟着爱康一起更好。然后呢，透过这些缤纷的颜色，让我们心情更好，是使用的个体验也更好，后顾之忧，穿一身白也不用担心。就是会有尴尬或外露的状况，当然它最特色的就是它的沁凉感，透心凉的感觉，对，透心凉的感觉会让你整个生理期觉得不会不舒服，然后它的抑菌配方也不会让你觉得，反正免除所有你会觉得不适跟尴尬黏腻的状况。这样听起来，对不起，因为我们男生终究是外行人嘛，是这样听起来，如果又要吸100cc， 也就是一次经期的量，对不对、嗯？然后呢，它又要有这个透凉感哈，这些高科技在里面哈，感觉应该会很厚，不厚，才0.2。公分，那真的是很舒服，感觉都不会有，就是你不会任何有不适感，对不 对, 对？哇，那这个真的是很强大的一个产品，谢谢你的分享，谢谢。好，那最后还有什么要补充它？你觉得最强大的功能？因为我不敢相信这么薄的一片竟然有这么强大，这是爱康卫生棉很厉害的地方。是，要补充什么？那也可以不补充，我只是随便问啊。你竟然就掉底了？没有，我问他，哎、欸，好，我再想一下哈、哦。马来西亚演唱会有什么花絮吗？可以聊一下。哦，我在马来西亚演唱会有用爱康卫生棉啦。哇哦，哎、欸，对，我真的听他说，有的时候哈，人真的很奇怪，墨菲定律，明明要忙的时候，月经就来。我是觉得他们蛮爱凑热闹，对，也就是在我很重要的时候，都会就是想要一起登台啊，这样。是，还好你有爱康好伙伴，是，好陪着你一起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希望双方的合作非常的愉快哈，我就给你12年的时间了哈，等我玉米。等一下，我现在12年。不是，就我女儿。我尽量撑到12年，还需要用到爱康卫生棉。可以啦，用得到，你才40而已啦。哦，那一定可以。对呀、啊，好了，那等你结束再换我女儿了。小玉米。再换她来代言。12岁可以。对，好，来，我们不用讨论这么细节哈，差不多就好了、接下来有一个2选1的工作要交给田馥甄，她是一个很神秘的女子啊，这个常常都在山里面、异廊里面，我们很想。有很神秘吗？对啊，你 po 文也很少 po 啊、对不对？我一天 po 3篇呢，你多久 po？ 我觉得你是太多篇了吧。好，那我今天不 po 啊，爱康我今天不 po 啊。不要闹脾气，要不要 po？ 董事长，你说一句话。
好，拜托你剖剖一下，剖一下。好，那到底傅真假设哈，他遇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会想做什么？比如说月经来的田傅真，好，请看大荧幕。就算月经来了，好，二选一哈，来，傅真你站到那边。好，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是田傅真月经来了，他会做什么事呢 ？A 睡一整天 ，B 健身房激烈运动。其实我会睡一整天啦。对，我自己觉得他就是需要休息嘛。如果可以选择的话，当然是好好让自己的身体修复、养气、养生、养血是比较养生的。因为我现在觉得身体健康是全世界所有一切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会好好爱护我的身体，是让他好好休息。但是有的时候，因为这个你没有办法选择他安排的时程跟你的日常的排程跟月经的时间，有的时候会有相撞的时候。像比方，你已经抽到了排云山庄，你去爬玉山，结果月经就刚好来，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放松心情，因为我们有爱康，它有很好的吸水力，然后让你很舒服，陪你一起登上玉山。所以能选择，我当然会选择好好睡觉休息，让自己养生。但是如果没得选择的时候，爱康就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哇，太会说话了啊！不过当然睡一整天，因为我们吸水量很大，所以也不用担心。对，就在床上翻来覆去也不怕外漏。是，好，那你是怎么抽到排云山庄？怎么运气这么好？我就是小幸运啊！来宾点歌，小幸，真的假的？这么厉害？可是其实我抽了好几次，所以前两年我没有抽到，所以去爬了那个玉山的前峰。OK， 那次也是。跟爱康一起上玉山，月经也来了。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这一次就真的有抽到了，很努力的抽了好几个月，然后抽到，很幸运的抽到了排云山庄，享受到就是最美丽的玉山。对，看到那些照片，真的很佩服哈，将近4000公尺的玉山哈。好，谢谢傅真。第二题，请看，当你月经来的时候，你会选择 A 暴饮暴食，还是 B 开心追剧？请选择。小孩才做选择，我当然是边暴饮暴食边追剧啊。哎，蛮有道理的哦，我为什么一定要就只能吃或者只能看呢？当然是暴饮暴食追剧啊。哎，女明星没有在管暴饮暴食的吗？这位同学，我个人是不是那种女明星？也对，我就是没在管女明星，我运动员的我。你登山客对不对？对。好，那最近有没有追什么可以推荐给粉丝或大家的剧？因为我最近很想要看那个《重启人生》，可是比较没有空。但是我的 list 的最近最想要看的 ，OK， 前20分钟要忍耐一下，真的、哦，真的几乎要放弃，要弃剧。对，你怎么不看《造后者》呢？《造后者》就很激动，每一分钟都让你睡不着觉，真的。哎，你喜欢看那种激烈的吗？就斗争的。不，还好。好，那不要看好了。好，还是看重启人生。重启人生是我的 list。OK， 第三题，当田馥甄月经来的时候，他会选择 A 外出露营，还是 B 宅家阅读？哎，都好哎，反正外出露营也。就是我爱户外嘛，对 ，outdoor girl， 对，所以在外面看美丽的风景，然后坐在那边有人帮你在那边烤烤肉啊，煮东西。哦，原来你是那种坐在旁边看人家烤肉的。我就是那种废咖。哦，好，承认就好，但没关系，最主要是吸收分多基因，接近大自然，好、看一下大自然的美景。对啊，阅读在家阅读也是我的日常啊，我也很喜欢。是，都可以。但不管是什么状态，包括你要外出露营，一定要记得带爱康卫生棉，就不用担心任何的突发状况。是的。好，接下来我们更难了，我们要做一个排序。好，来，请帮我们上道具哈。转眼呢，八月田馥甄到了两场。延后了一次，然后取消了两场。多灾多难。那你觉得？哎，这位怎么挡在他前面呢？没关系，没关系，好，过来。好，现在呢，我们来帮他许个愿。希望这次能够顺顺利利的八月小巨蛋。那我们有4个选择，都是办演唱会前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看傅真最在意的会是什么。好，请选择。这里有4个选项，比如说安口10次都不怕，比如说完美贴合服装美丽登场，比如说彩排爆汗呢也没有关系啦，或者是抵抗戏剧健康迎战，哪一个你要排第一？有人闹钟响，你管人家。安可10次都不用怕，因为其实我一上台就是3个小时才可以下台，所以其实要不怕外漏，就是吸水力真的。是你上去的时间非常长，我们有100cc 超强吸水力，所以呢安口10次都不怕。可是安口10次你可能变得要唱4个小时哎。OK。其实我演唱会不会有安口啊。
对，所以耶，你好知道的歌迷就是我就会关门打烊，这样就直接没有在Encore。对，这就是他与众不同。董事长这次我们就大声喊Encore，好吧？董事长喊你敢不唱吗？他就喊破喉咙。哇哦哇哦，我就会试试看，可能就会出来。好，而且我知道董事长最爱的歌，他最喜欢挖呀挖，你可以唱挖呀挖吗？是什么歌？你看山里的女孩就不知道时事梗，回去上网查一下挖呀挖。我真的不知道时事。现在最红的第二个选择，在意的是什么？我们看看傅征，安口十次都不怕，因为有超强的吸水，100cc。我喜欢它可以让我完美贴合服装登场，这就是你刚刚讲，因为0.2很轻薄嘛，对，那我就不用担心服装的问题。是，什么衣服再紧身的都可以很漂亮，就算是月经来了都有爱康。好，第三个选项是什么呢？暴汗都没关系。暴汗哦，原因是就是会有凉感嘛，对，所以你会觉得很舒适，是透气凉感，不用担心那种闷热的感觉。是彩排的空间呢，不像我们现在冷气很舒服啊，所以呢，就算而且是夏天快到了，所以透气凉感的爱康太重要了，很重要。好，第四题，那就最后一个选项是，对，因为我们有很棒的抑菌功能，对，所以就是我不用担心会有坏菌影响我的演出，可以健健康康的表演。这是田馥甄的选择，来，我们请你跟这个板板拍个照，做个纪念哈，也祝福你演唱会顺利成功，麦克风帮我们收一下，谢谢。谢谢。好，这个是爱康凉感许愿池，在此我们也预祝能够顺顺利利的完成这次的小巨蛋任务，大家都能够抢到票哈。好，请帮我们看中间，谢谢馥甄。那稍后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要在现场，而且是一次 OK 的，刚刚只是动动嘴巴而已，接下来馥甄要动动他的手，请看一下右边。好，主手的那位绿色衣服的大哥。好，中间。同时呢，我们也把四个特色啊隐藏在这四个答案里面了，请大家帮我们多多分享。好，谢谢。接下来继续上道具，今天记者会就澎湃哈，有很多很多的流程哈。好，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一个艺术创作。好，流体艺术创作的意思就是，请你倒颜料，那不可逆的，它不可能重来。你说。对，就像人生一样，重启人生那是不可能的。OK， 好，那这个颜料倒下去之后呢，它会在很美的 logo 上面呈现出不知道什么状况的颜色。那这完全是一次 OK 一镜到底，所以请各位媒体朋友帮我们捕捉一下。那这个杯子里面呢，其实我们混搭了很多爱康的产品的颜色，好 colorful。但倒下去之后会变什么呢？我们现在让馥甄自己思考一下，要从哪里开始？好。从心开始说哦，因为这个翅膀像心一样，太棒了！这是爱康卫生棉关注的议题，我们要重新开始，要做更好的女人，然后又过更好的生活。全世界呢，真的还有很多女性朋友还在经历所谓的月经贫穷这样的问题，希望大家跟着爱康一起。大家知道吗？有8亿人哦，8亿人全世界哦都有月经贫穷的状况。那现在我们看到就是全新的 logo， 像一只和平鸽，然后呢翅膀是爱心。其实生理期就像这只鸽子一样，它是非常 pure 的事情，它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也希望所有女人透过爱康能够展翅飞翔，不要被那些负面的刻板印象和形容词给绑架。就像馥甄，原来她小时候国小她就出潮了，然后还被男同学笑哈。可是馥甄的个性没有在怕的了哈，一路走到现在，哎，竟然就成为了卫生棉的代言人，来帮所有女性发声，真的是非她莫属。那主持人这么会讲，也是非我莫属啊。董事长，你把胸欧露起来。好，来继续，我们看旁边还有一点哈，这边还有一点，思考一下。哇，这个真的很难控制哈，慢慢来，不着急哈。刚刚馥甄也提到了，他不是在山上就是在伊朗，他很喜欢艺术的作品。在看展览的时候，我们相信他一定也得到了一些灵感，也希望他把这些美好事物继续在社区分享给大家，就跟爱康一样，把好的理念摒除掉那些负面的形容跟话题，让我们正视女性朋友每个月的月经。好，那我们也祝福馥甄哈，来得长长久久才可以继续代言。好，还有哪边需要？哦，那边弄不到，对不对？那看你的技术啦，你也可以用泼的啊，对不对？有些艺术家会用泼洒的。头好像头的部分这边缺了一些哈，这边。这个抗跑啊，这个抗跑啊，抗破这个抗破呀，对不？那抗破呀，颜料没有捞了，会下巴呢，对不？因为他头那边是白的，哦，有点可惜。
个完全是不可能重来的，因为有些我们画油画啊，或者是压克力啊，都有机会重来了。但是这个流体艺术对于傅振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觉得爱康真的好厉害，就因为玩了这个，我们新闻画面又多了20秒。你们，你不不没事，他们就是要你多20秒，我们就要你慢慢来 ，OK？ 这样今天记者会露出多20秒 ，OK？ 多有 idea。好，那接下来也要把我们的台座呢也来淋上颜料，让它也变。用完了 ，OK， 好，骗你的啦，骗你的，还有哪边？对，还有一些，这边也还没有。当然有一种逻辑就是留白，有没有刮的那个汤匙？我们再把颜料刮回这个，刮回这个，不，他不能在后台，他就是要现在完成。你们不懂田馥甄，不要再把他逼回山上了，赶快，好不容易下凡来。省这一杯，干嘛被骂了吧？你省这一杯。不是，他们是贴心，你说到后台再帮你弄，馥甄要自己来，我们掌声给他鼓励一下啊！这就是更好的田馥甄。其实不管在舞台上，不管在山上，馥甄都有很多自己的坚持啊、哦，非常了不起，也难怪她会成为我们华人世界的极致女神啊、哦！开心的 K 笑啊、哦！这个母羊座有时候有一点，我知道有些地方弄不到了，懂吗？还有哪边啊、哦？这边，这边还有一点，可以的，这边，这边，哎，为什么一直流不到那边哈、哦？有没有汤匙？小汤匙，我们用挖的，让它有机会流下去。好，中午的便当有没有剩，或者是好，我们一定要让馥甄做出她完美的作品。谢谢馥甄，我们的新闻又多了1分钟，莫名其妙有够长。对啊，不会啦，我们会快转啦。好，好，我们让馥甄做最后的修饰，而且有一些颜料滴下来，像那个钟乳石的感觉，那个特别美。啊，你把它刮掉了，你不喜欢那个感觉啊？你不喜欢那个感觉吗？有一点水滴了，啊，哎，喂，哎，他如果扑倒那个鸽子，我会笑哦，因为满身就另外一种行动艺术，就白衣服都变得 colorful 了，你整个人就跟爱康合而为一了，我告诉你。先不要了，新闻不用搞那么大。哦，他现在在修边哈，他想把我刚刚讲的那个水滴感全部clear掉，希望它是光滑的表面。待会我们再让馥甄自己解释一下哈，为什么可以吗？好，谢谢艺术家田馥甄，来极致女神。刚刚我们大家都见证到你们性格了，有些时候呢你会很随意，但有些时候你又很精准哈。那待会请你分享一下，最后落个款。好，这个作品将会是义卖的公益单品，公益单品，请大家待会关注一下，稍后宣布的重要的细节。等田馥甄签好名之后，我们就要公布这个作品将会从明天开始到5月24号，在家福基金会的雅虎拍卖的网站进行1元起标。好，完美 ，OK， 好，谢谢，来先合照。好，先让馥甄跟，哎，其实蛮好看的，我觉得可以出一个限定版，是这只鸽子的限定版哈、哦，董事长，这个很特别，哇，这个其实。美败，尤其修边之后，好，当然本身我们的全新的品牌识别也非常有质感，再加上馥甄的现场的创作，右边，好，请看一下右边，好，谢谢大家，来麦克风给一下馥甄，请你解释一下您刚刚那些动作有没有特别的原因跟理由，让你不断的去做最后的整修这样子。原因跟最后一直整修的原因跟理由，就是我觉得这个作品不是在台上记者会做样子，那是要去卖的，因为是真心真意要义卖的，我想要让所有那个叫标吗？对，竞标者啊，公益竞标的网友竞标者是真的拿到我很用心把它做好的东西，是真心真意的想要跟大家分享，然后也谢谢预先谢谢大家的爱心。好，它其实有些颜料还在滴哦，很像鸽子在那个哦，就是。这真的很随缘的，就让它这样用泼的、哦，就让它这样。好，董事长，请上台合照，我们就这么决定了，用这个作品上网义卖。好，请黄董上台，谢谢代表
爱康卫生棉跟代言人合体。再次提醒大家，明天开始到5月24日届惊奇日前夕呢，会有义卖金额分享捐赠到家福，请大家多多竞标，1元起标，非常佛心哈，欢迎大家勇于出价。为什么？因为这是全世界只有一个，而且呢，馥甄现场手做的。非常了不起，我们到后台也就不会修了，就是这个样子啊。两位右边，好，请右边看最右边。好，还有哪边需要视线？好，接下来呢？好，可以吗？请工作人员非常小，因为为什么要小心呢？因为今天最大的特色是这个台子没有轮子。请看他们两位有多辛苦，我做彩排时阵我就讲，这活动的呢，乡亲啊，我们工作人员也太可悲了吧。很好，很好，很稳，不着急，你冷的卖球，哎，好，谢谢两位，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大合照，董事长请留步哈，马上欢迎屈臣氏跟家福的代表，再次有请 James 总监代表屈臣氏，再次有请林处长代表家福基金会一起上台合影，好，我们大家一左一右，好，那我们手拿牌要不要先递上来，好。让大家自己的露感会分享一些心情哈，先让四位先进行充满爱的大合照。当然，我们要最感谢的是爱康，谢谢爱康卫生棉，不只是守护每一个女性朋友，同时呢，也要回馈社会，不断的把好的议题丢出来，让大家呢改变自己的刻板印象，往更好的路径迈进。同时再次强调，更好之前没有终点，我们大家都要像广告里面的职人，专注于自己的日常，专注于自己的工作，专注于生活，专注于爱情。